说一二三的时候，你要用力大声的呼喊 Open 奖的名字，他才会把气球送给你哦。好 ，Open 奖交给你了，两个气球，来来来，另外一只手手。好，你要选喊的最大声、最有精神的小朋友，先把你手上的气球送给他。好，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哎，怎么又变小声了？小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要先把 Open 奖手上的气球送给大家了。那我要准备喊喽，一二三 ，Open 奖给大家，快把礼物送给他。这边这边，哇，还有一个小朋友超大声 ，Open 奖挺滑的，好危险哦。小公主穿着裙子的，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吗？雪梨兔波波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呢，一二三的时候用力喊波波，好让波波的大耳朵可以听到你们的声音哦。最有精神的小朋友才有机会获得小礼物哦。好，准备来喽，一二三，哇！最大声的小朋友在哪里？哇，在这里是不是？还有吗？先把气球送完了，但不用紧张，不用担心，我们还有其他神秘的小礼物要送大家。那要怎么样才可以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啊 ？Open 奖，要大家一起跟着你跳舞，是不是？哇，你跳舞并不很厉害哦。好，那我想问问看现场的小朋友，有人会跳舞的吗？跳舞会跳舞的在哪里？我看看哦，蛮多小朋友会跳舞的耶。好，那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跳舞，我们大朋友。小朋友通通一起来跳舞，谁跳得最厉害、最认真、最用力、姿势最特别，我们等一下都有机会获得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首先要先教你们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很简单，要麻烦现场的好朋友手手先借给我。哦，好像有小朋友已经知道要跳什么咯。好，来，手手握紧紧握拳头。好，来，准备哦，一二三，一起转转转哦。好，来，转转转转转，会吗？我来检查看谁转得最快。哇，这边的很快吗？哇，好快！这边的哇，超级快！这边的很快吗？哇哇哇哇，越来越快！很厉害耶，大家都很有精神。好，现在我还需要你们的声音，要比昨天更难哦。昨天没有一起唱歌，对不对？今天要一起唱歌。等一下，一边转一边转的时候，我们要一边说呼嘎嘎呼，会吗？试试看好不好？来，我说一二三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说呼嘎嘎呼。好，准备来喽。一二三，来，呼嘎嘎呼！哎，我要比赛了，来切一半，我先听这一半的声音哦。好，我等一下礼物会送在这一边哦。啊，等一下哪一边最大声，我礼物就送哪一边哦。我先听听看这一边的声音有没有最大声。来，一二三，来，好，八十分。来，我要听听看这边的声音有没有一百分哦。一二三，来。哇，好像比较厉害，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，来，一二三，来，还不错。哎，中间的朋友好像没声音呢，惨了，中间的朋友也要听一下，来，中间的好朋友，一二三，来，好，来来呼，好，都会唱歌了，啊，也会跳舞了，还记得喊呼嘎嘎呼的时候，手手要干嘛？要转圈圈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会选出声音最大声、跳舞最厉害的小朋友送他礼物哦。我要听到最大声、最大声的声音，倒数五秒钟，一起把音乐叫出来，准备来喽！五、哦，大声一点，四，再大声，超大声，一，准备一起跳舞。手手打开。